我怕来不及，我要抱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，直到肯定你是真的，直到失去力气，为了你我愿意。痛也不能痛，也要看着你，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，直到视线变得模糊，直到不能呼吸，让我们形影不离。办婚礼也不打个电话，真不打算请我了？哪能啊，我准备明天再给你打电话的。我媳妇说让我过两天参加你们俩的婚礼去，你说这算不算是给我机会了？嗨，是是是啊，守得云开见月明，你就好好把握吧，我这忙着呢，别废话了。什么？你帮我打听打听，你问问小俊，他知道不知道这事儿？拜托了啊！我这刚才跟做梦似的，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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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，知道啊！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哎，上次说话我是有点急，你还生我气呢？我有那么小气吗？从小被咱爹骂惯了，皮糙肉厚的。哎，你上次说我什么来着？我怎么都忘了。哎，对了，你跟那个讨厌的人怎么样了？啊？那婚礼那天他去吗？嗯，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。我刚从他公司出来，原来这些天他一直睡在办公室的沙发上。心软了？你说，如果他真的在外面有人，是不是就不至于睡公司啊？行，我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婚礼那天我不会给那个家伙难堪的。你放心吧，啊，只要你好，我怎么着都行。谢谢。行了，挂了啊。推销保险的，这些人烦着呢。我怕你误会吧。骗子，你还真跟他成哥们了啊？你也不怕哪天被他带坏了？没，我真是没想搭理他，我跟他就一点交情都没有。要不我把他电话给删了？等会儿。找你干嘛呀？跟我姐有关系吗？啊，对，太有关系了。她现在就是这后悔嘛，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。她把那狐狸精辞了没？嗯，
辞了吧，辞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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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，那你有空的时候给他去一电话，说我姐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好好表现，识趣点。懒得理他。哎，妹夫，真的，哎呦喂，哥们儿总算是熬到头了。啊，明白，不是，我现在正在他办公室呢，我只要拿着这俩客户资料，我辞他那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啊。这违什么法呀？这个，行了，咱婚礼上见啊。好嘞。那边现在还没完呢，还有在那喝酒的呢。哎，谁？快快快！就出发走啊！怎么回事？你再不布置，时间就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布置的工人都到了，怎么弄？但是他们不走，咱们也不能撵人家走啊！结婚是官府有大喜的日子。去把那个宴会厅的空调给我关了。空调？要是他们再不走，你就给我送热风。啊，那要是让老板知道了，还不得……下一场可是我师妹的婚礼啊！你要是办砸了，我跟你说，就一桌酒腻子不走了，你在乎他干嘛呀？对不对？出什么事儿我兜着，麻利劲的干去！哎，对，你们。忙着点啊，赶紧收拾收拾啊，赶紧收拾。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你想吃点什么呀？我上超市给你买点去。那我上超市买菜去了啊。
那我走了啊。香带报备，报身赤鲁公，清蒸清蒸大青斑，窝烧鹿筋鹅掌，炖黄花扒菜胆，主食呢是虾仁叉烧炒饭，虾子儿叉烧炒饭，莲子烩意面，最后呢是梅点双烩和合适水果蔬盘，这是今天的菜单啊，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，今天有多大能耐都给我使出来。让我师傅看看你们长进了多少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那就干活。你说我做这一切，我图的是什么呀？小马姐，你不会后悔吧？咱这可跟老外不一样啊，咱是先领证后结婚，你现在跑也白搭。刚跟主持人串词的时候，我让他把给父母敬茶那个环节给取消了。姐。今天结婚，就你来陪我。其实我特别想像别人一样，在结婚的时候可以得到父母的祝福。不是所有被祝福的婚姻都能幸福的。你记着，只要你能幸福，就算爸妈不来，他们将来也一定会为你欣慰的。对了，任大伟来吗？来了。你呀，就趁这个机会好好跟他聊一聊啊。咱就当那自行车，骑完了忘锁了，被人骑了一圈送回来了。以后多加把锁，听见没有？我开门去。不知道啊，小嫂子，哎呦喂，来，我来拿。小妈姐，你看谁来了？来，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来了就好了。让妈看看，让妈看看。哎呦，我闺女，我闺女真漂亮。乖啊。长大了，真的。哎，对了，淼淼，快去跟那主持人说，把给父母敬茶的环节给加上啊！快去，快去，对对。哎，真好。妈，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？嗨，
我那个衣服在那个小车里头呢。哎呀，我就怕你爸呀出什么幺蛾子，我就说在家里看着他。但是我一想呢，今天我闺女出门子，我这当妈的得送送啊，要不人家笑话咱们娘家没人了，是不是？没事儿，放心吧，你爸不会来闹的。要来他早来了，就说你爸再糊涂，他也不会说搅和自己亲闺女的婚礼啊。我跟你爸呀都生活几十年了，他什么人我太明白了。他嘴上说的狠着呢，但是啊，小俊呐，你爸心里可惦记着你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啊，小云啊，刚才我在门口看见大伟了。今天如果说你们姐儿俩能两好合一好，都有一好的归宿，以后能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真的，我就是死了也能闭眼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大喜的日子呢？妈不说了，妈不说了。不许哭，不许哭！今天大喜的日子，不许哭啊！不许哭，别哭，别哭，妈都来了。不哭了啊！一会儿把妆给擦了。女人呢？啊。这孩子跟谁学的呀？哎，对了，妈，赶紧把衣服换上吧。哎哎，好看，真好看。来，爸，来，咱们先去买衣服。行行，妈在这儿等你。哎，你快拾掇拾掇。哎，等我再给我妈化个妆。哎哎，紧张了啊！这每天给那么多学生上课，你还能紧张啊？我紧张什么呀？哎，你是不是怕待会儿老爷子真是扛着一个花圈进来？是不是？今儿来这都是熟人，对不对？这闹成那样，那可太难看了，是吧？您可是有头有脸的人。你看这么着啊，你帮过我，我今儿帮你一把，待会儿我就带着媳妇跟孩子坐在把门的那桌啊，只要看见老爷子，我就是拼了命，我就把他拦外边，怎么样？孝敬一杯酒，杀入闹市中。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大家晚上好。夜色正美，歌声飞扬，欢笑一堂，天降吉祥。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欧阳健先生和顾晓俊小姐的婚礼庆典。那么现在是晚上的18:30，据北京气象台的权威人士说，那么此时此刻正是良辰吉时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一对新人闪亮登场。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。掌声不多，响起来就行。首先我要问一下我们的新郎，好，欧阳健先生，您愿意娶您身边这位顾晓俊小姐为妻，不管她的贫穷富贵疾病，与她终身相伴，此之不渝吗？很愿意。好，
吴小俊小姐，您愿意嫁给欧阳建先生为妻，不管他的贫穷、富贵、疾病，与他终身相伴，此之不渝吗？我愿意。一个新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哟，老爷子来参加婚礼呢。哎，你的班啊。首先他们要感谢对方，因为两个人从相识到相爱走过这段艰辛的历程。新郎新娘请面对面的站好，一鞠躬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手难牵。二鞠躬，在天愿做比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三鞠躬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好。完了，我出事儿。一对新人见证了他们的爱情。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，要共同的去耕耘这亩责任田。一个香槟塔代表了一亩责任田。谁啊？新郎新娘，请走向香槟塔。新郎新娘，二，请走向香槟塔。哎，啊，好好好，将香槟倒入香槟塔中。嫂子你好，我是王思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这么热闹，我当然得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勾搭跟大碗的贱货？对，我他来干嘛呀？别呀，先办办仪式再说呢。来，先倒上。挺浪漫的啊。哎，人走了，你跟任总结婚这么多年，早就没激情了吧？我想也是，要不然他怎么跟我这么好呢？男人都一样，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，其实碗里这碗饭啊，他早就吃腻了。哎，对了，有一个事儿他没告诉你吧？任总他把你们住那个房子，就你们现在住那个大 house 抵押给银行了，他就是怕你们离婚以后你分财产。这么一来，你个臭小子，不管他是过错方也好，在他没还清债务之前，你什么都拿不到。嫂子，我劝劝你，别老拖着，你说呢？哎，不是。你来干嘛来了？大伟，那个小严，你别误会啊，不是我跟你说了那合同的事儿，不是完了事儿之后我再给你签吗？合同什么合同啊？啊，乐乐，啊，乐乐，小严，爸爸妈妈离婚以后，你想跟谁啊？疯了吧你！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是我妹的婚礼，轮不到你在这儿撒泼。你给我出去！我没有撒泼，我告诉你都是真话。难道我你怎么敢当？你跟我睡的时候你怎么不这样？你，我告诉你，他早就想跟你离了。你，你敢打我？走走走，快点！出去！哎哎哎！你敢打我？你给我出去！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我姐？你敢打我？哎哎哎哎哎！你疯了吧你？哎，我敢打姐！姐姐姐姐！不行，爸，我得帮小妈给你。你别！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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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爷子呀！快去！快去！别打我！这怎么办呀？没事，咱们继续。继续，打起来了！奏乐，这，奏乐，继续奏乐。
小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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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没事吧，姐？啊，没事没事。行了行了，别看了别看了，护理继续。那个司仪上菜吧。妈妈，妈妈，小姐。露露，今儿是你小姨的大喜日子，你得跟我高高兴兴的笑，听到没有？啊，走，跟小姨到前面走。够了，就一脚想踢开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没门儿。是，我是喜欢你，可我根本就没想破坏你的家庭。可是你怎么对我的？公司要倒闭了，我到处拉关系、跑客户的帮你，可你呢？你居然跑到我办公室偷资料、撕照片。你什么事儿你都干得出来，你想毁尸灭迹似的。行，那咱们就看看谁比谁狠。吃货就知道吃，我也饿了，这忙活大半天呢，胃里一点东西都没有。您妈，你也吃。您坐，您甭管这些。来，您坐。
师傅，你抽根烟，抽根烟。不抽，戒了。哦。今儿大家伙都辛苦了，我顾大海谢谢他们了。师傅，瞧您说的，我们这能看您亲自上手，那是我们当徒弟的福气。哎，师傅。哎。我怎么今儿看您炒菜下料，都挑我们不太一样，您是不是留一手啊？自个儿家闺女的口味，只有当爹的最清楚。好歹办婚婚宴，怎么着也得让他吃舒坦了啊！哟，哟，师傅啊，哎呀，你看菜还合口味啊！好，师傅在这儿，师傅，好，师傅，师母来了。哦。啊。大海啊。走吧，到前边，喝姑娘一杯喜酒去吧。我累了，想回家躺会儿。别死要面子活受罪了。就你炒那菜，小俊吃了一口就尝出来了，在前面那哭呢。你说闺女结婚大喜的日子，你让她哭哭啼啼的。哎，老公，走到前面你喝一杯去。走啊。不去。顾大海，我告诉你，你会后悔的。闺女这一辈子结婚就这一次。那没准儿，就是那个岁数，不定哪年我还能赶上一回。哎。哎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等我给你叫个车呀。爸，爸，爸，今天您闺女嫁人了，找到归宿了，终于有自己的家了。可您为什么连一杯喜酒都不愿意喝呢？是。我今年三十了，可我直到今天才算真正的长大成人。你知道我心里有多希望我最亲的人都陪着我吗？我有时候心里特别怀疑，我到底是不是您亲生的呀？我从小到大，我做什么事您都看不惯。人家家的女孩穿着漂亮的花裙子学唱歌学跳舞，就我，被您逼得练田径。天天在草上跑圈，无动六下，跟个男孩似的。都上高中了，还有人光叫假小子呢，您知道吗？全班没有一个男生愿意跟我坐同桌，我心里有多委屈多难受，您知道吗？上了大学，北京的孩子都不住校，您非逼着我也跟着住校，周末放假都不让我回家。毕了业，你说哪个家长不是花钱找路子给孩子联系工作？就您，您可看我闲在家里也不伸手帮帮我。今天我结婚了，您不但不替我高兴，不祝福我，还要跟我断绝父女关系。我上辈子怎么得罪您了？我欠您什么呀？你干嘛非要这么惩罚我呀？顾小俊，我下边要说的话，有些你可能是头一回听见，因为是我头一回说，也是最后一回。你三岁的时候得了场肺炎，差点死医院里，在病危室里边待了11天，你才出来。大夫跟我说，你这身体这辈子可能都很难恢复了。我是怕你落下病啊，影响将来的生活，所以才让你跑步锻炼，每天都逼着你跑步锻炼身体，提高自个儿的免疫力。你觉得你现在的身体怎么样啊？我是宁愿要一个假小子，也不愿意看见我闺女一辈子病病殃殃的。你怨我上学的时候让你住校，你可以问问你姐姐，他当时正念研究生呢，我也让他住校，我也不让他回家。你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就告诉你，那年我跟着酒店的车出去进货，半道上翻车了。你爹我在医院溜溜躺了一夏天，你以为我不想天天看见我自个儿的亲闺女吗？我是怕影响你们姐俩的学习，
所以才把你们撵到学校去住的。是，你找工作的时候，我是没帮忙用上劲儿。你以为我心里不想使劲吗？你爹我就是一厨子，我没有那么大本事。可是顾小俊，你在你们公司能做到今天这个位置，全凭你个人的努力啊。你有本事有能力，这都是长在你身上，别人抢不走的。说托多少关系花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呀。哪个当爹的不想看着自个儿的闺女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呢？啊，可是你自个儿想想，这半年以来你顾小俊干过一件大人该干的事儿吗？啊，你有一天不让你爹你妈替你操心吗？生你养你三十年，今天我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送我闺女出门子，我这个当爹的义务算是尽完了。从今往后说你心里没有我这个爹，我不怨你，我就跟你说一句话，顾小娟，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你爹老了没力气再替你操心了。睡吧，乐乐呢？爸，我得跟任大伟离。老顾啊，你别急啊，先别急呢。
想好了，你问问我为什么？你不是不让我再管你的事儿了吗？离就离吧，不用跟我打招呼。我想给任大伟当窝心的媳妇儿，就接着回来。 给我这糟老头子当闺女，虽说我不能养活你们一辈子，可只要我还能动换，就不会让我这外孙子饿着。你放心，我跟你妈，我们都有退休金，看病有医保，等将来我们俩走以后，这房子还有存款，都是你的。 今天这张床，看来我是用不上了。上前台再去开个房呗。开好了，把房号告诉我啊，过去陪你。算了吧，你还是陪他吧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今晚可是咱俩正经的洞房花烛夜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累了。